比林心如漂亮，霍建华深爱她，换14任男友人称公车，如今竟变成这样。林维君出道已经有十几年，他曾出演过许多偶像剧，比如《千金百分百》《海豚湾恋人》等。他当时被称为台湾最美面孔，一起合作的陈乔恩都被他比了下去，就连霍建华都曾追求过他，只不过当时老干部的名气还不够，林维君并没有看上他。再看之后，林维君被爆出劈腿，星途尽，哎，太可惜了。他的男友多达十几人，有网友说，比林心如还漂亮的林维君，要不是经常玩劈腿，也不至于落了个劈腿女王的骂名。如今39岁的她，反倒是没有人敢娶，因为这样的女子，估计是没多少人敢追，怕成为下一个王宝强。虽然林心如没有像林维君那样被评为最美的女星，但是她的颜值也是不错的。还记得这张照片，是不是林心如这一辈子的颜值巅峰？霍建华应该感谢林维君的不嫁之恩，不然也不能与林心如走到一起。艺人频繁换男友，艺人林绯雯独立不粘人，换作是谁都会懂得去选择。霍建华与林心如现在也已经结婚了，而且还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，你看他们是不是很般配啊？林心如穿着的露肩雪纺长裙非常的漂亮，霍建华那个迷之微笑的上扬嘴角是要闹哪样呢？生完 baby 的林心如这身姿恢复的真够快啊，鹅黄色非常显气色，大波浪卷发非常优雅，喜欢的小妹杂们可以效仿住这样穿，不分年龄的。腰间的装饰我非常喜欢，亮珠设计的腰带既复古又时尚，女强人干脸型笑有木有。产后复出的林心如立马投身工作中，似乎一刻都坚不住，为杂志拍摄的封面非常大气，腰部设计如蝉蛹一般，难怪都说女人只要保养得好就美得不可方物啊。这个碎花裙是不是很少女，完全看不出产后的痕迹。